现在我们到达了龙文镇，这里种植了很多柚子树啊，成片成片的。等下我们要下网的就是这口鱼塘了，因为太干旱，很久没有下雨了，鱼塘里都没什么水。开始下网了。水很浅啊，现在围网了，等一下我们只能把大鱼抓起来，小鱼没办法就放回去继续养。这么干旱的气候，鱼塘主决定把小鱼也抓起来了。这些都是鳙鱼和鲢鱼啊，都还很小。福建哎，已经扛上来了一桶鱼，草鱼不是很大。这条红鲤鱼是鱼塘主自己留起来吃的。我们只下了一网，这口鱼塘基本上没什么鱼了，大鱼小鱼都被我们抓起来了，小鱼是留给鱼塘主的。水太少了，这个是鲢鱼，
为啥？有两条鲶鱼，这边还有一条。鱼桶来的？为什么？这条是斑鱼，斑鱼有三斤多，养了好几年的，养老斑鱼了。它进来公司钓的鱼，三斤半够了，这个，一点八。